等新款普拉多的，等福特烈马的，宝贝儿们别等了，直接干个猛禽得了。现款的猛禽买个二手准新的，不到七十，满满登登。你颜色好一点的，可能也就七十左右。这玩意儿你别看它贵，宝贝儿它亏的少啊，保值率那是相当通透，且行情现在也是非常透明。你买个烈马，你买个普拉多，你想过没有？刚上市的车型它有溢价，或者是没有优惠，甚至你得加装饰还得加价。这玩意儿开到明年的时候没有溢价了，行情跌了，你先亏亏行情。但是猛禽已经上市快两年了，这玩意儿你干一台二手的，你开一年，如果说这台车能亏十万以上，宝贝儿们，我直接把猛禽轮胎给吃它。你切记啊，宝贝儿们，如果说你有硬派越野车需求，且你跟我一样按揭没问题，预算不够，我直接借钱干就完了。这玩意儿开出去牌面满满登登，摇头晃脑就是那个。男人这一辈子不得干一个全尺寸皮卡的吗？这玩意儿开出去牌面那不直接拉满了吗？开什么卡拉米烈马，开什么卡拉米普拉多，普拉多跟烈马在猛禽面前，我就问你，它是不是卡拉米，是不是边角料？你切记宝贝儿，不能让你白给我点关注。还有猛禽准新二手开一年，和普拉多跟烈马开一年，宝贝儿，猛禽赔的少，甚至他们赔的一样。咱们不要觉得买个便宜的车它就保值，买个新款刚上的车它就保值。宝贝儿，我做一个二手车贩子，我不吹牛逼，它赔的得更多啊！同意的点赞，切记说皮卡15年报废的哥们儿，你买硬派越野车买的是啥？过日子的爱妃吗？那是陪你度过一两年的玩具呀，对不对？点赞关注，祝你发财业。没事扒拉扒拉懂车帝，看看车源行情。2024年买车别买贵了啊，宝贝儿。